弟弟，你这是开工就放大糖啊。大年初九，我们弟弟今天也开工了，虽然发的是广告，冒泡了也不开 IP 地址是吧？结果有姐妹发现弟弟抖音忘记关同城了，位置居然显示在横店影视城。有姐妹在哥哥楼下，结果同城居然刷到了弟弟，同城居然才7000米。加包了，我靠我靠！现在已经很多姐妹发现跟弟弟同城了，现场的王八都要炸锅了，虾姐都蒙圈了，终于理解你为啥不营业了，真是营业就暴露啊！之前就有姐妹刷到哥哥的一个化妆师，就问弟弟是不是去探班了，结果化妆师居然给他点了个赞，所以横店是真的一起过年了呗。弟弟们，开不开心？